咱俩。对不起。怎么了？进来说。怎么了？我一直都只顾着自己开心，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。连史凡奇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我都没有跟你好好的聊过。你怎么知道史凡奇重要啊？去找师傅了。你跟我说，其实你很想去应战的，对不对？犹豫过，那你为什么不说嘛？因为你请了年假，我不能让你失望。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我每一天都是在度假，而且我还可以陪着你准备比赛。可以等我们旅行回来，我再向他发起挑战。他既然已经说了时日限定，如果你不应战，别人就会觉得是你害怕了。我才不允许别人这么说我男朋友。拿手机，应战。聊聊，你知道你现在有多可爱吗？可是，在你进来之前，我刚刚发微博回绝了。刚刚我发了一条微博，大家可以当做那条微博不存在，是我手滑。手滑。现在我正式接受姚科的史凡奇挑战，请多指教。看见了吗？都看见了吗？盛景初公开接受挑战了。小金，您太棒了，您的眼光和敏锐度简直……这个，恭喜您拿下史凡奇这个热点。陈老师，这全是您的功劳。王总呢，让我替他代表咱们松果视频的全体高层感谢您。不不，您过奖了，还是您会抓热点。功劳都是您的。哎呦，不能这么说，不能这么说，我只做了一点点啊。要说功劳嘛，程了，哎，到。你才是一锤定音的那个人啊！哎呦，总监，你别这么说，我就只是帮忙录了个视频。上阵父子兵，打仗亲姐妹呀、啊！咱们松果视频能有你们两个姐妹花，我们真的是太有福气了。哈哈哈哈哈！